诸位法师，诸位莲友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首先感恩开明法师，起名是常住，为我们提供清净庄严的道场，而成就大家闻法的因缘。再次感恩陈贤居士以及很多发心义工的莲友和相关工作人员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成就此次法会。最后感恩南普陀的诸位法师清净庄严的梵呗唱诵，净化我们的心灵，庄严闻法的气氛。正如开经记所唱诵的，无上甚深微妙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在这个五浊恶世混乱不堪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在座各位不论出家在家，有幸成为大圣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而来追求了生死、成佛道、度众生这样的大事业，可以说因缘福报十分的殊胜。了生死、成佛道是我们佛法永恒的主题。我们所作所为，作为佛弟子，一切不离开这个主题。但是由于我们根基暗钝，福报浅薄，难以体悟佛法的真实妙义，难以得遇佛法的真实善知识，我们渴求解脱生死，我们阅读有关的经典，我们拜访有关的临死大德，希望指点我们出离三界的通途，能够告诉我们解脱苦海的办法。但是经过一年、两年，乃至十年、二十年，在我们很多佛弟子的心中，觉得了生死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，成佛道更是我们想也不敢想的渴求和奢望。佛法的希望在哪里？我们内心的希望的火苗，我们内心光明的灯，由谁来点燃？今天是国庆假日，一般世间的人会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期观光旅游、休闲度假，会见亲朋好友，而我们在座各位拿这段时间来追求佛法，可以说每一位都称得上是善男子、善女。以佛家的眼光，如果生死大事没有解决，我们没有安慰，我们没有闲暇的心思和时间去游山玩水。善导大师在《往生礼赞》当中有这样一首无常偈：世间匆匆迎众物，不觉年命日夜去，如登风中雁南栖，茫茫六道无地去，为得解脱出苦海，云何安然无惊惧。
各人强健有力时，自策自立求常住。那么这八句是来警策我们，说世间的人匆匆忙忙，忙什么事情呢？很多，家庭、孩子、事业、赚钱、名利等等，不觉年命日夜去，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宝贵的生命，我们本来可以用来追求佛法、解脱生死这件神圣大事业的宝贵生命，在无形当中就逝去，慢慢的垂垂老矣。所以下面说，吾等风中灭燃起，我们的生命像一颗微弱的灯苗，在风中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。那现在是个电灯，大家体会不到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农村里面就是点这个油灯，房间很黑，往往从这个房间拿到另外一个房间才十步路的远。但是单灯出去，又一个手把它挡住，怎么也挡不住，突然就要熄灭。那么我们的寿命也是如此，未必说我们一定能活到十年、二十年，是不定时的，随时就可能熄灭的这么一个灯。那么寿命熄灭之时，我们向哪里而去呢？茫茫六道不定去。所以善导大师来经测我们说呢，各本强健有余时，我们今天身体还仍然健壮，还仍然有力量来追求佛法，应该自策自立求常住。那么各位也正是怀抱着这样的目标来到启明寺来参加这次的法会。世间的事情往往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得到小小的收获，而且呢这种收获是无常幻灭。那么佛法当中只要大家用虔诚心来追求，一定能获得丰厚的果报。希望这一次的讲经法座能让我们苦恼不安的心灵得到安顿，能让我们心中再次点燃希望的火苗，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升起解脱的光明。我们对佛法虔诚可仰，无限的赞叹会落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而不简简单单是赞叹文字。作为释迦牟尼佛一切智者，他所告诉我们的解脱法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落实下，这是我们这次讲题的主要目的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展开这次的讲座，请大家翻开讲义。哎，我先是把这个目录的，把我们这次讲题的主要内容给大家做一个简略的介绍。那这次讲题呢，准备了有五个大题目。那么细分起来呢，有十二个题目。那么第一个题目是《阿弥陀经大义》，就是解释《阿弥陀经》的主要内容、根本思想。第二个题目是《弥陀救度众生》，那么主要是引用《净土三部经》，特别是《无量寿经》相关的经文来说明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法门。第三个讲题是漫谈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这个讲题呢相对比较随意一些，也可以是讨论的方式，主要是解除大家对于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种种的误解，让我们对这个名号的万德万德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那么第四个题目是净土宗传承，
第五个题目是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。所谓净土宗传承，也就是依据我们净土宗开宗祖师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标准。那么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呢，分成八个题目。一是善导大师的简介，让我们了解善导大师的高德行仪。第二是凡夫入报的启示。第三，第二弘二门的启示。第四，正杂二行的启示。第五，二种深信的启示。第六，二合怀道的启示。第七，观经下品的启示。第八，观经结论。善导大师的思想呢，主要是依据观经而著作了观经四帖书，所以呢是主要围绕观经。那么这里讲启示啊，列了六个题目，就是我们平常对净土法门有种种的误解，那么通过善导大师的思想能够破除我们的疑惑，消除我们的误解，给我们开启佛法的光明，给我们明示往生的道路，所以叫做启示。那么从这个标题大家可以略略的知道，这一次的讲座是围绕着净土三部经，是依据于善导大师的思想，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么一个观念，我们这次讲座是围绕净土三部经，所以阿弥陀经，我们第一个标题说阿弥陀经大义，所以观经我们最后一个标题是观经的结论。那么这中间呢有穿插引用净土三部经的经文，所以是围绕净土三部经。那么同时呢是以善导大师的思想作为一个依准。那么从第五大题说善导大师净土思想，就列了这些小题目。啊，下面我们就展开今天的讲座，是阿弥陀经的大义。我想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。我们在座的各位莲友，大家会背诵阿弥陀经的请举手。会背诵的不用谦虚，我看看有多少人会背诵。那么虽然不会背诵但是会熟读的，会读诵阿弥陀经的，读过的也举手我看看。好，谢谢大家放下。阿弥陀经呢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，也是一部呢非常普及的经典。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可以讲大家呢跟阿弥陀经都有缘。那师父啊，我没什么缘呢，我不识字啊，我不会读诵啊。你不识字也有缘，怎么有缘呢？你自己不会读，活的时候自己不会读，死的时候别人帮你读。因为每一个人佛教徒他命中之后我们都要去助念，那助念的场合几乎是千篇一律都会诵阿弥陀经，所以说跟阿弥陀经没有缘的佛教徒大概是没有。你活的时候没有缘，死的时候还有缘，自己不会念，人家帮你念。那么这部阿弥陀经呢，是我们净土正一三部经典之一。大家知道正一经典吗？净土宗正一三部经。我们佛教哈有各大宗派，那么每一宗派呢都有它正一的经典。我们净土宗正一的经典有三部，那么所谓正一哈就是根本依据。我们学佛法要依据经典，不能自己讲。我们读诵经典呢也要依据祖师的教导，不能自己想说，哎，这部经我读就这样子，人家这样读那我不管，这可能叫一文解义。我们的净土宗的正一经典有三部，就是佛说无量寿经、佛说观无量寿经和佛说阿弥陀经。那么这三部经的内容呢是一致的，是同一类型的，他们都是纯粹的讲说极乐世界的庄严和我们众生的方往生的方法，
那没有说到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叫做正义经典。我们学习净土教法求往生，就有这三不经历标准。你所修学的正确不正确，到底能往生不能往生，谁说了算？你们说谁说了算？你们说谁说了算呢？我们自己说了算。那自己说了算，自己都给自己打满分好。可是每一个人说自己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样子能往生吗？我们把自己的功德用算盘算一算，哎呀，功德不够啊，罪过多多啊。每天呢，就是贪嗔痴妄想，眼睛一睁开，想的就是名利啊、五欲啊、赚钱啊等等这一切。一直到睡觉，眼睛闭着，眼睛闭上了，晚上做梦想的还是那些。那么我们自己的善念修行呢，是相当的微弱，所以想起来觉得说往生不定。那么往生这件事情，在我们净土三部经当中有明明的照示，那就是以三部经所说的为标准。我们在下面的讲座会逐步逐步的来解释。阿弥陀经呢是这样的重要，尤其即使是在三部经当中，它也有它特殊的地位，就是因为它简洁明了，它很短，像无量寿经呢、观无量寿经呢都比较长，那么读诵受持烟熏的人比较少，阿弥陀经呢早晚殿都会读诵，很多老菩萨即使不识字也会背诵。那么他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，所以讲阿弥陀经的大意。那么大意呢，就是这一部经的主要内容，这一部经的根本思想。那我们呢，这次就不是逐条逐句的解释，而是呢把它的主要内容呢给说明。那我们讲义当中有说了标题啊，有说了后面有六个字，叫做目标、方法、利益。那这六个字哈，就是讲阿弥陀经的大意。目标是什么呢？在我们底下讲义大概说了，第一点是要确立目标。人生办什么事情呢？目标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目标，你干什么呢？比如在街上走路，往哪里去不知道，反正在街上走路。那你要上百货公司也有目标，要到亲戚家去也有目标，要上班也有目标，这个回寺院也是目标。那如果只是在路上走路没有目标，那这个人可能是大概是这个精神不正常了。精神不正常的街上有这样的人，他没有目标，他就走来走去。所以目标是第一步，确立目标。学佛法也是最重要的第一点，确立目标，你到底是要干什么。那么第二点就是选择方法。目标确定了，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呢？关于目标没有方法那不行。哎呀，我目标很好，我看上天上的月亮，我想上月亮上去。目标是有了，方法没有，永远不能登月。那么阿弥陀经当中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确立的目标就是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劝导我们应当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那么方法呢，我现在简略的说明啊，下面会详细的说明。方法就是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，这就是方法。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不会给你指一个目标，像月亮一样往上一指，然后没有方法给你，这个我们就苦恼了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目标，一定告诉我们方法。好像大家来到启明寺闻法，哎，打电话跟陈贤居士联络说在哪里呀？在启明寺。怎么来？那个陈贤不告诉你，就在启明寺。那你怎么来呢？好，你搭哪一路车，从哪里走，有方法。那么有了目标，有了正确的方法，他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？第三叫利益。那么第四呢，叫正诚劝信。阿弥陀经当中六方诸佛来证明这样的目标，
通过实质名化的方法，决定可以达到，决定有大利益。那么这个利益呢，有两种，一个是今生的，一个是来生的。今生此事，来生是净土的，啊，两种利益。那么今生的利益呢，也分成两个时段，或者说三个时段，一个是平生的，我们平时念佛有什么利益？一个是临终会得到什么利益？那么第三点就是命中，平生、临终和命中这三个时间，我们有三个利益。所以大家呢，先对《阿弥陀经》的整体内容有一个框架的了解，四个部分：第一是确立目标，告诉我们愿成极乐；第二是选择方法，告诉我们支持名号；第三个呢是宣说利益。就是我们念佛必得往生。那么第四点就是六方诸佛来证明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详细解释。第一点，确立目标，大家也可以看讲义。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这三句话十二个字，大家知道在阿弥陀经的哪一个位置吗？那会背诵阿弥陀经的或许知道，应该知道了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宣说极乐世界的庄严景象之后，告诉我们说极乐世界啊，这样好处那样好处，黄金为地了，七宝池八功德水了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，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。讲完之后，释迦牟尼佛就劝导我们说呢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我们在座的是不是众生啊？大家是不是？那除了佛哈，就是众生。我们没有成佛，我们是众生。那么众生听到这个呢，应当发愿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确立的人生目标。你刚才有和大家说过了，人生的目标很重要。那么如果以我们佛教徒的眼光来看哈，其实世间这么多的人，也许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呢有人生的目标，比如说赚钱啦，这个做一番大事业啦。男人在家里边，男人就是在外边闯荡事业，安顿家庭。那么这个女人在家里面呢，相夫教子啊，把孩子好好的照应好，把丈夫好好的照顾好。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人生目标了。那这个算不算做人生的目标呢？这一点哈，是够不上人生目标的。就好像这个人生呢，好像我们坐火车。我们来到火车上坐起来，这个火车的乘客呢，你问他说：“哎，你的目的地，你的目的站在哪里？”大家有没有说坐火车的时候不知道目的站在哪里？上了火车了，哪里下车不知道？那我们一上火车，一定有个明确的目标。我这次是要去厦门的，那路上啊，没报一个站，就提醒：“哎，厦门到了没有？”一旦到了时候，马上下车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很稳定。那可是也有人坐车之后呢，他忘记了，他或者是没有目标上的车，上车之后啊，就在对面有一个乘客，他们聊起来就熟悉了，然后呢嗑个瓜子，然后谈谈话，然后呢太阳起来呢就把这个窗帘拉一拉，这样有太阳晒，然后把旁边的卧铺呢清理清理，干净一点，坐得舒服一点。那旁边人问他了，说某某人呢，你坐火车有目的吗？有啊，你什么目的啊？我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嗑瓜子啊。我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把这个凳子弄得舒服一点。那么这个算不算他坐火车的目的呢？难道我们坐火车就是为了把这个窗帘拿起来，然后倒一杯水来喝吗？那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啊。那这是个比喻，说明什么呢？我们来到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，我们人生的火车坐上来。那么有的人在这个世，在这个人生当中哈，就在那里赚钱呐、研究学问呐、然后成家了，养孩子了，
那其实啊，就好像我们火车上遇到一个同伴聊天聊熟了，但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，不是我们的目的站。我们的人生目的哈，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达成。如果我们到临死的时候还两手一摊，心里边很茫然，哎呀，阎王爷，请你开开恩，再给我哪怕五天时间，我活五天就好，那回来干什么也不知道，反正还要活下去，那么这个目标就没达成。在我们这个家乡呢，当然这个例子哈可能是有点残忍，希望大家起怜悯心。它有一道菜，不过这个例子呢倒是说明我们人生的一个现状。这道菜叫做泥鳅钻肚子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。它是把这个泥鳅呢先放在清水里边，把它吐，把它内脏吐干净，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锅当中，这锅里面下面加柴烧，那个水哈温度就越来越高。那么这个泥鳅在里边呢，一开始也不知道，它游来游去。你说这个泥鳅有没有目标呢？它在里面游了很，从东游到西，从西游到东，但是不管怎么的游，都在这个锅里。等会这个水温越来越热了，那么这个泥鳅呢，速度就越来越快，它着急啊，但是它也没有目标，它就着急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还是游来游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？这个厨师呢就会拿一块豆腐，这个豆腐比较清凉，放进去。那么热水当中呢，这个泥鳅很着急啊，然后豆腐放进去后有一块凉皮，它就呢被这个豆腐所吸引，就钻到豆腐里面去，以躲避外面的炎热。那钻进去之后呢，慢慢的越烫越熟，最后豆腐里面夹着这个泥鳅，叫泥鳅钻豆腐，最后呢死在里面出不来。我们的人生其实和这个差不多，大家不要笑说，哎，这个泥鳅很愚蠢。那么这个泥鳅哈，如果有智慧的话，它是没有智慧的。如果有智慧，它是应该在开水烧热之前，应该想办法离开这只热开水锅，才是它正确的目标。那么这个锅呢，就好像我们的三界的火柴，下面的火呢，就像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在加热。这里面的泥鳅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，我们众生。那么这个冷的豆腐哈，就是世间的五欲之乐，名利啊、财富啊、健康啊，好像这个能够让我感到快乐一点，能够稍微的减少点烦恼，不至于被这个外面繁杂的社会。比如说今天是国庆节，很多人就出去旅游了，就是沾豆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时很繁忙、很忙碌。哎，工作压力很重，就好像那个热锅里边的这个泥鳅一样，转来转去没办法停息。哎，今天刚好呢是国庆节放假，那么我们找到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，到那里去呢放松一下，就好像一个凉豆腐钻进去。那么一旦被这个五欲的，被五欲哈，这个五欲之乐所迷惑的时候呢，他心里边已经不知道道，躲在这个豆腐里，所以将来就被阎罗王连这个五欲，这个五欲豆腐加上你这个泥鳅一把端起来。那么我们人生其实就是如此，所以人生没有目标，一般的人人生没有目标，他不过是在这一个永远不能处理的一个圆锅当中游来游去。我们无论如何的就是你盖世的英才，你就是一代的枭雄，你就是万古的高人，你还是在三界里面轮回，没有出去的。所以三界无碍，犹如火宅呀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当中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不再是在这个小锅的范围之内啊。他说啊，这只泥鳅你要进入江河湖海，在那里才可以呢永不干枯啊，在那里才可以呢自由长命啊。阿弥陀佛在阿弥陀经，他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，说什么呢？从事西方过十万亿国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把我们的眼睛从这个狭窄的三界的小铁锅当中指到十万亿国土之外，说那里
就极乐世界，只是了我的目标目的站。那么下面呢，通过他层层的解说来给我们确立人生的目标，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慈悲的指示，同时阿弥陀如来在西方净土向召唤，说十方苦恼的众生，迷没在三界愚众的苦恼众生，你要来生我的净土，你要来，在四十八愿当中说欲生我国。那么我们愿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所看到的目标，就不是我们凡夫的眼睛所看到的，都像老鼠的鼠目寸光，像一个黄豆那么大的光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是以借助释迦牟尼佛的佛眼，而见到了十万亿国土之外的清净的极乐国土。我们求生那里，是顺随了释迦牟尼佛的发起，是随顺了阿弥陀佛的召唤。所以我们各位，大家愿意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愿意。愿意的声音那么小啊？愿意。愿意。愿意。对。那么这个目标是我们自己能发得起来的吗？是。请问各位，如果是竞选总统，你们要不要去竞选？哎呀，我想去啊，可能看看我的样子不行啊。我下面是市长都干不上，还当总统当国家主席没办法了。为什么我们不会发这样的心呢？因为我们想到说我们不可能。那我们再问各位啊，下面是市长大还是福建省省长大？省长大。那么省长高呢，还是国家的领导人高呢？国家领导人高。那么国家领导人虽然高哈，是国王，那国王大还是天王大？天上的王。那国王哈是世间的国王，那么天上的四大天王比国王的福报就要大。那么天王虽然大，还在六道当中，他比不上阿罗汉。阿罗汉是出离三界的圣人，那阿罗汉好，他比不上菩萨。菩萨呢是自利利他的大悲菩萨。那菩萨虽然大，他比不上阿弥陀佛，他不能成，还没有成佛，佛是彻底圆满的觉者。我们各位往生西方是为了做什么？大家到西方去干什么？你们说？大家讲实在话，不要讲假话。我到西方去成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不过哈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：刚才呀，大家连下面是市长都不敢做，下面一下子要想去西方成佛，你看这个差距很大。为什么我们敢到西方，敢发这样的愿望，而那个小小的目标反而不敢发？比如说我们想发财，想发一百万、一千万，也要看看我的福报，这一辈子一年能赚个十万块，就是感到小康生活了，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敢赚一百万、一千万不敢想。那为什么小的钱的目标不敢想，而敢想这么高远的大的目标呢？对了，因为这个目标哈，回答正确。那同时呢，这个往生西方的目标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能发起来，这是阿弥陀佛告诉我们的。这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，他众生闻者，你应当发愿愿生彼国。哎，好，释迦牟尼佛，你让我愿生极乐世界，我就愿意去往生。阿弥陀佛，你呼唤我来往生，那我就去。所以我们确立这样的目标哈，不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智慧和德行，乃是良土世尊的召唤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讲一个小小的插曲。皖南有一位年轻的小佛子，年纪呢才十一二岁，他很想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他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他说我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啊，第一件事情，你们知道他干什么？他极乐世界第一件事情啊，我要把所有好吃的东西拿来吃一顿。首先要吃牛肠，喝豆浆。他生在贵州这个偏远的地区，家庭很贫穷。如果早晨能够吃一碗豆浆，再加上一根的香喷喷的这个很脆的油条，
就是他心中最大的理想。所以他说我到了极乐世界，他师父我到极乐世界啊，其他事情慢慢来，第一件事是喝豆浆吃油条，是一个够，叫童心哈，童心很纯真。那么他到极乐世界有没有豆浆吃？你们说有没有油条吃？有啊，一定有啊。在无量寿经里面讲，你想吃什么哈，七宝国器自然盈满，百味饮食现在进行。你想吃什么，马上这个不需要我们去行堂，还去用瓢加饭，也不需要我们去端饭盛菜，你想到那个七宝国器就应空而来，里面要有什么就吃什么。不过他吃的一定不是我们这个街上卖的油条，那是极乐世界化现出来，随着他的心愿。所以我们这里说呢，确定西方的目标，确定往生净土的目标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确定的。这个目标好不好？好。佛选的目标不好，那你选的目标哪里好？我们的目标都是五欲的，我想发财，我想当官。想发财不容易，想当官有风险，当了官就有可能成为贪污犯，成了贪污犯就可能要去坐牢。那么世间我们的目标哈，都是不足为道。那么这里也有讲了，哎，师父啊，我曾经发了一个什么愿呢？哎，我这个愿望没有完成，现在我在佛的面前发了这个愿，那这个愿没有完成的话，如果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算不算是我们对不起佛啊？那个不算的，我们的愿望都是虚幻的，只有这条愿，愿生彼国。如果我们发这条愿望，就跟佛心相应，那其他都不算数，这一条呢才是真实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啊，在提醒大家说呢，那么十方世界有无量的净土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劝我们往生东方呢？南方呢？北方呢？而是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叫愿生。那么做解脱生死来讲呢，除了往生净土的法门，也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法门。所以得阿罗汉，成为缘觉，成为菩萨，这也可以解脱生死路。但释迦牟尼佛不劝我们，在阿弥陀经里面没有劝我们去做阿罗汉。那也没劝我们说，哎，某某人，你好好修行，将来可以升天，你将来可以做人，做大官发财，不劝我们得人天的果报，也不劝我们修行三乘的教法，也不劝我们往生其他的净土，那只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净土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刚才那个老居士回答的，如果劝我们升到人天，比如说你修福报布施啊持戒啦，那将来在人天当中啊，还在那个开水锅里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不会那么笨的，说呀，十方众生你是我的独子，让我的独子在这开水锅里被开水烫死，释迦牟尼佛不会这样子，所以他不会劝我们升在人天当中。所以佛法的目的不在于升人升天，哎呀，我好好修行呐，将来我做人呐，将来做天呐，这个不是佛法，这个是世间法。那么阿罗汉是佛法，菩萨也是佛法，但释迦牟尼佛也不劝我们像在金刚经当中，像在华严经当中，那就劝我们做阿罗汉圣者了，做这个大菩萨了，但是在阿弥陀经里边不劝我们做阿罗汉、辟支佛和菩萨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这部《阿弥陀经》是被谁讲的？是被五浊世众生说此难信之苦，为我们在五浊世的苦恼众生，对于这样的众生，教他去做阿罗汉，他做不了。哎，各位莲友，我先眼睛看着在家居士，因为我们出家人哈，这个比喻呢不恰当。在家居士，你们都是做爷爷、做奶奶都有了，做父母都做过了。那么你的孩子生下来才一岁，你这个时候会劝他说：“一岁的小宝宝，
你会劝他什么？你说哎呀，你跟妈妈学，你念妈妈，你会这样劝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劝他说，一岁的小宝宝，你去上纽约的啊，这个美国的麻省大学，上这个中国的北京大学，你会不会这样劝他？会不会对他抱有这么高的期望？不可能，因为他太小，他不懂事。你也不会说呀，一岁的小宝宝，你出去挑担子，人家启明寺正在建寺院，你说我的儿子要修功德，到启明寺去挑个200斤重的担子，挑一担沙，挑一担水泥，去做点功德，你也不会这样讲，因为他没有能力达到这个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部阿弥陀经当中，是对我们这样五浊恶世、苦恼的众生，为我们确立的目标，那不可能叫我们去自己做阿罗汉，你做不到；让我们自己去修行成菩萨，也做不到。所以呢，只跟我们说，你要求生净土。那么净土当中，只有西方极乐净土最容易往生。那么道理啊，在下面说了。所以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确立的目标。这个目标首先是正确的。那如果让我们求生人天，这个目标不正确。我们世间的人呢，甚至父母教孩子，各位啊，你们给你们的儿子啊，也不要定那些不恰当的目标。小孩子生下来了，你要好好读书，成绩嘛考100分，班上拿第一名，给你爸爸争光，然后还学小提琴，然后还学游泳，还成为游泳冠军，体育也好，这些目标固然不错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。你从小就要告诉他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将来不要堕落，你将来不要去遇到轮回，你要往生西方。如果你把这个目标跟他讲，你讲的是佛，不讲你，这个对他是有利益、有帮助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目标，正确的目标。那么我们跟我们子女讲的目标未必正确，甚至是错误。那么第二点呢，目标正确还要现实，要切实可行。比如说要我们成为普贤菩萨，这个目标也正确。那目标虽然正确，我们做不来啊，那就不现实不可行。在这部阿弥陀经当中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不仅菩萨做得到，阿罗汉也做得到，我们五浊世的凡夫每一位众生都能做得到，切实可行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讲义。大家如果眼睛不好，没戴眼镜的话，也不必看，我来讲，你们听就好。那么，释迦牟尼佛在《阿弥陀经》当中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帮我们确立这个目标呢？那么有两个步骤，先赞后劝。先呢是赞说，赞说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，然后呢是劝说，劝导我们的求生这样的境界。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在这部阿弥陀经当中啊，他就好像一个呢优秀的导游，厦门呢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城市，在国庆节期间呢，就很多外地游客来旅游观光。那么这个旅游公司啊，他要打广告的时候，首先就要吸引大家来厦门来旅游的时候，他就首先呢要有风光片，要有文字宣传资料的介绍，还有厦门有什么风景名胜点，毫无疑问，南普陀肯定是个亮点，一定要介绍。那不到南普陀等于没到厦门。还有哪一个叫普浪啊，也要是介绍。然后讲了这整个的海岛的美丽的风光，这个先要赞说，赞说的让那个外地游客听起来啊，口水都滴下来。哎呀，厦门这么好，南普陀这样的清净，那里还有大法师，那里的出家人如意啊，哎呀，很有这个法相庄严的，我要去。然后他就顺理成章说，这样的劝我们说你要来。那释迦牟尼佛在这八部经当中哈，也是这样子，先赞说净土庄严，然后劝导我们应当往生。那么赞说呢，赞了三个方面，一个是赞极乐国土，
一个是赞阿弥陀佛，一个是赞极乐甚众，赞这三个方面。你看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啊，所讲的名词啊，都是最好的形容词。怎么赞颂这个国土呢？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，这个国叫做极乐国。我们在地球上有一百几十个国家，还有没有哪个国家叫极乐国？有没有？有中国啊，有日本，有法国，有德国，有美国，但是还没有极乐国。那么极乐国这个名称呢，就显示那里在经中讲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那么这个极乐呢，有分成几个部分，大家啊，这里讲义上有说明的，我们不需要去看经文。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是一个总的介绍，总的赞叹，没有此娑婆世界的种种苦恼，而有一切的清净法喜法乐，叫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那么下面说宝蓝往复功德成就，所谓七宝树，七从南巡，七从罗网，七从行树，这个呢都是成就不是功德庄严，这等等的一报庄严已经成就。宝池得水，莲花妙香。那我读到这里啊，大家都一定想起来，所有七宝池八功德水，有四色莲花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极啊，这是极乐世界庄严。天月金地，雨花共佛，几佛国土常作天月，黄金为柱，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花。然后我们极乐世界的众生呢，一顿饭之间就可以变到十方国土去供养一切诸佛。下面是鸟蜂说法，闻皆念佛。极乐世界的众鸟，极乐世界的七宝树，风吹过来都可以讲法，闻者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所以这是赞叹佛土。那么下面是赞叹佛。赞叹佛呢，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就叫无量佛，阿弥两个字就无量的意思。那么解赞叹这个佛呢，有三点的说明它的无量。第一个是光明无量，在阿弥陀跟你讲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。第二呢是寿命无量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。第三呢是弟子无量，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善数之所能及。这经文说得很清楚。其实阿弥陀佛这种无量佛，他一切的无量，有无量的功德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神通道理。那么一切的无量的无量都浓缩在他的名号当中，所以只要口称南无阿弥陀佛，无量都在这个有限的六字当中。虽然是有限的六个字，但是含摄了阿弥陀佛一切的无量功德，这是赞叹。那么极乐世界圣众呢，经中也说了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那人号也是上善，上善人就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。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如果能够修五戒是善，你就是上，你就是善人。但是这个善人到极乐世界不够格，极乐世界没有五戒是善的这个凡夫，极乐世界最低的档次是阿毗跋这个菩萨。所以在阿弥陀经里讲，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者，阿毗跋者就是一生就是不退转的菩萨，最起码是登地的菩萨，其中多有一生不住，有很多呢是像弥勒菩萨、观音世智这样的大菩萨这样的。所以这样的菩萨呢称为诸上善人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三件事：国土、佛和圣众。
国是极乐，乐还加个极，佛呢，佛是无量。那么众生呢，众是上善，善人还加个上。那么这样的地点，这样的国土，释迦牟尼佛赞叹完之后呢，就接下来讲说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什么？宣布报身。大家翻开讲义。那么在这个阿弥陀经当中呢，释迦牟尼佛有三次劝愿，经文呢有三次劝我们愿生极乐国土，三劝就可以说是常劝、无量劝，所谓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体现了释迦牟尼佛彻底的慈悲。那我们打开讲义的第二页，这三段经文啊，都用黑体字把它标示出来。那么第一段说呢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第二段说，闻是说者应当发愿，生彼国土。第三段说，若有信者应当发愿，生彼国土。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太慈悲了，他没说我是佛我就强迫你，他有无限的慈悲和哀悯，向我们恳求说，五浊恶世的众生啊，你听到我说极乐净土是这样清净庄严的国土，你应当发愿去求往生啊。三次中的应当两次，应当。那如果不发愿求往生呢，那就是不应不当啊。这应当发愿愿往生，刻录西山认彼，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由谁争。那么讲义的后面哈，也有夸口的说明。第一段文欲说利益而劝，释迦牟尼佛劝去往生，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讲说往生的好处，预先的说明往生之后有这样的好处，劝我们要往生。所以底下经文接着说，所以者何？那为什么要往生呢？得益如是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这第一次劝我们。那第二次劝我们呢，是在以说利益而劝，已经说明了往生净土的好处，你只要愿往生就能得到往生。所以闻说阿弥陀佛之名号，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，这样的众生呢，临命终时能够往生极乐净土。这个时候呢，底下接着说，我见势力不说此言，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那么第三次的劝愿呢，是在六方诸佛证成那段文当中，十方诸佛就出广长舌相说，十方的众生你要相信，你只要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若已愿，若今愿，若当愿，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那通通可以往生。于彼国土若已生，若今生，若当生。说完这一段话，释迦牟尼佛就讲说，汝等众生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，要相信我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诸佛所说的，若有信者怎么样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所以这段文叫做普受利益而劝，普遍的给我们愿生净土的人受记我们必得往生利益，劝我们说呢，应当往生极乐世界。那其实哈，我做这样的经文的解释似乎呢没有必要，因为大家来到这里刚才都已经响亮地回答了我说愿意往生极乐世界。那到时候我们来进入第二步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么方法呢，如果没有方法，关于目标等于是一个空洞的目标。请问各位老菩萨也好，年轻的菩萨也好，
大家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有什么方法，有什么妙法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有，道一句来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这么响亮。往生的方法有两种，一个是我们自己想，一个是释迦牟尼佛讲。到底是要听佛的还是听自己的呢？我们佛弟子一个基本的观念，我们信佛。不过由于我们是一个没有开悟的众生，我们是一个颠倒的凡夫，我知我见很严重，所以在很多的场合啊，还是听我不听佛。那怎么这样讲呢？慢慢的分析大家就知道，我们往往心里面说，哎呀，即使是佛讲的，也要经过我这个脑子把把关，差不多有道理我才接受。这个是凡夫的毛病的啊，一时难以完全改正。但是要一个基本的观念，往生极乐世界不能由我们自己在这里乱想，应该是以佛所告诉我们的方法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莲友啊，他要到我们寺院里面来打电话，他的目标是到我们寺院有了。然后呢，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说，哎，某某人呢，你哈应该怎么走。他说，师父不用你讲，我知道。结果呢，他跑错了地方，他就自己哈想当然的认为这样可以到寺院，那不按照我讲的，结果走错了地方。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要听从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，他告诉我说，十方的众生你要来怎么来，我有方法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国土，我的家，你到我家里来这么走。可是偏偏有人是这样，他自己想一套，怎么想一套？哎呀，师父啊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师父你看我这样能不能去。那如果是佛告诉你的，还要师父看吗？然后自己想说，师父啊，我这样应该可以去往生吧，我像这样的修行，我读这个经，师父我读地藏经能不能往生，我读金刚经差不多吧，我修这个法门，拜这个忏啊，持这个咒应该差不多吧。那这些所有的方法可以讲，当然呢，他所接触的都是佛教的法门呢，比如经啊、咒啊，其他的修行方法。可是呢，跟往生极乐世界来讲，是我们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想当然的方法，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部阿弥陀经当中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讲义。第二，选择方法。那么选择方法啊，释迦牟尼佛怎么帮我们选择呢？他采取两种手法来给我们选。第一个就是排除法，第二个才是选择法。我们看第一个小标题，排除众多非因。那么就是把很多的不是往生的方法排除掉，然后第二个标题呢，选择唯一的正因。那么就好像我们到某个地方去，那路上有很多岔道，这个指示道路的人首先跟我们说，哎，某某人东边不可以走，南边不可以走，北边不可以走，这三面的道路哈都不是到达方向的，先把这几条呢堵住排除，然后说西边这条道路才是唯一通行的。所以通过两种方法，一个是排除众多非因，一个是选择唯一的正因。那么排除众多非因法，就是排除我们众生心中自己所想当然自以为是的往生方法，或者是在其他法门里面当中本来也是其他法门求解脱的方法，我们把它拿来作为净土法门求往生的方法。这样呢，有它不确定的因素，所以释迦牟尼佛预先知道而排除。光是排除没有选择，那没有，还是没有方法。第二步呢，就为我们选择唯一的正因。那我们
在第一堂课就到这里。阿弥陀佛。